青春啊，燃烧吧！去锻炼身体吧。不去。走吧，吉丁，青春的时间是不能浪费的。哎呀，你别烦我了，没见我正忙着吗？那好吧，我自己去锻炼了。青春啊，燃烧吧！不打游戏才是浪费时间呢，真笨。青春的时间不能浪费。师傅呢？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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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去了？师傅，你在哪儿？师傅在那儿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练功的时间到了。师傅，起床，起床了。走开，别烦我。师傅，师傅，我求求你教我功夫嘛。别烦我，让我再睡一会儿。师傅。师傅，师傅，快醒醒，快醒醒，快起来教我功夫吧！你快起来呀、啊！师傅，青春的时间是有限的，怎么可以用来睡觉呢？爆竹，看你怎么睡。这回这么大，看你行不行。师傅怎么那么久还没回来？你都烦了我一晚上了，你就不累吗？报告师傅，热血的青春是不会累的，我们应该尽情挥洒青春的汗水。师傅，您就教我功夫吧，我保证勤学苦练，不辱没您鸡飞蛋打之名。真是被这家伙烦死了，早知道就不吹嘘什么鸡飞蛋打了。小龙啊，功夫是很深奥的，一时半会儿你也学不会。我看过武侠小说的，骗不了我。我知道你有秘籍，现在山地里考验我。我是不会放弃的，你就教教我吧。那好吧，既然被你看穿了，没办法，我就教你这世界上最高深的功夫。啊，好啊好啊，记下来记下来。最高深的功夫就隐藏在最简单的功夫里面，这叫化繁为简。哦，所以你现在去对着空气练习挥拳1000次。不，3000次。嘿嘿，够我睡一小会儿了。是，谢谢师傅。这都行，你就慢慢练吧。
哎呀，好饿呀！胖乎乎让你做个饭有那么难吗？你想饿死我呀？来了来了，新鲜的面包来了！啊，终于可以吃饭了！哎，等等，哎，干嘛？你忘了吃饭前要祷告了吗？我太饿了，忘记了。感谢祖先留给我们的鸡骨头，请保佑我们能吃到鲜美的鸡肉吧，阿门。啊，祷告完毕了，开吃。这还叫新鲜呐？当然新鲜了，这可是从今天刚到的垃圾里捡的面包哦。胖乎乎，你说鸡真的有那么好吃吗？当然有了，这可是爷爷的爷爷的爷爷，我们家族唯一一只吃过鸡的祖先留下来的传家宝贝，最后才传到我们的手里，真是太珍贵了，所以才会规定吃一口饭只能看一眼。真好吃，太好吃了。看一眼怎么能吃得下去呢？我得多看几眼。你怎么能看了两眼？我看几眼用你管呢？祖先说了，吃一口饭只能看一眼的。这种难吃的食物，看一眼怎么够啊？我实在是受够了，我不要再对着骨头看面包了，我要吃鸡肉，真正的鸡肉，只有吃过鸡肉的黄鼠狼才是真正的黄鼠狼。你去哪？等等我。小狗狗看到了吗？给我看看吧。去，一边去！没见我正在做正经事儿呢吗？捣什么乱呢你？切，你看就是正经事，我看就是捣乱，哼。哎，是我眼花了吗？看到什么了？快告诉我！鸡，好肥的鸡呀！哇！真的吗？我要看看，我要看看。鸡真的很肥。用它做口水鸡。不，大盘鸡。好香啊！笨蛋，当然是做烤鸡啦！救命啊！我不要！救命啊！来来来，再加点调料，那就更好吃了！救命！放了我吧！真香啊！真香啊！就是他，我们就吃他了。好，可是怎么抓呀？嘿嘿，我有计划。计划？没错。嘿嘿嘿嘿。就是他，我们就吃他了。好，可是怎么抓呀？嘿嘿，我有计划。计划？没错。嘿嘿嘿嘿。Ha ha ha!
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。美味的小鸡炖蘑菇，辣子鸡、可乐鸡翅、油炸鸡排、白斩鸡、嫩油鸡、葱油鸡，吵什么呀？金锅鸡，别吵声！上去看看情况。给我安静点儿！烦死了！非得给你们俩点教训！哎呦！抓到了，抓到了！师傅，我已经按您的吩咐打完三点紫拳了。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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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醒醒，快醒醒，起来教我功夫吧！快醒醒，快醒醒！师傅，我只用了1%的力气啊！师傅，请给我布置任务吧！快点，快点！怎么又是你呀？我已经按您的吩咐打完三千字拳了。这么快？一天到晚的给我找麻烦，让你练什么呢？对了，接下来我们练内功。内功。现在轻轻地闭上眼睛，气沉丹田，吸收天地日月之灵气。记住，一定要做满3个小时。是师傅。大功告成喽，可以睡觉去喽。嘿嘿，这只肥鸡够我们吃1个月的。跟我回家吧，宝贝儿！感谢祖先的祖先！师傅，好了吧？那下面练什么？胖乎乎瘦高高，是你们这两个坏蛋！怎么是纪晓岚啊？不管了，抓起来大家伙！走吧，我们要吃鸡！哪去了？哼，想跟我打？那就较量一下吧！接招！过来！救命啊！站住！我们不会站住的！看看我的土蛮武器！哪里跑？躲哪去了？
没有看到两个坏蛋从这里过去。看到了，他们朝那边去了。嗯，你快去追吧。谢谢大神。这个煞星总算走了。赶快找个地方睡觉去，免得那小子又来烦我。在那里。是飞机，冲啊！在哪儿呢？树哥哥，那只飞机在那儿。我们快去抓住他。哎呀，吵死了。就要抓到他了。是啊是啊，好期待呀。看我的。树哥哥怎么办？嘘，你上去。我上去。算了吧，咱们去抓住他。抓住他。这点小孩的玩意儿算什么，挡不住我的，我一定要抓到你。这是什么呀？快快拉我一把呀。来了来了。累死我了。我饶不了你，小子。好漂亮啊。哇，好美呀。